基本现在每天会待在这多长时间？我觉得11个小时吧，从床上醒来，然后到这儿坐着，好多就是脸也不洗，牙也不刷，就一睁眼，哎呀，我操！突然想起来，我刚好像想点什么，可能就是昨天晚上做了一梦，突然就觉得我靠，哎，跟那天做那个壁是有点像，放上就坐这儿就开始写了。所以要真做完，那可能24小时都在这屋。我录歌一定不开灯，哦，就是那个状态，黑不溜秋的那种。你戴上耳机，那个 BC 一出来，你就觉得我靠。所以现在这样属于太亮了。太亮了。Do you want me? Be I want you all day， 像是空气一样把我包围。回到天亮还是黑，还是蜻蜓还是飞，还是脆，我的时间不会倒退。Step by step， yeah yeah yeah， feel like all my motherfuckers。你有算过你总共做过多少个 beat 吗？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就是各种做一半的或者没做完的，还有做出来的。最早我跟 Cream D 我们俩一块不是先最早弄了一个 studio， 我们俩就天天在那做。水果啊什么的，这种网上能下到的这种软件拼一拼录啊什么的。最早每天起来就是开电脑开始，睡觉就是关电脑躺下。一个多月我们俩没下过楼，有一个就什么都叫外卖，吃饭什么的，刚开始让人帮忙带个烟带个水带个洗头稿，到后来帮忙交个电话费什么的，就几乎已经不出门了，每天就在屋里做东西，特别享受这个过程。做到有一天，2008年、2009年左右吧，就说我得做得更好一点吧，再进一步，就是那个感觉，就是我想更进一步的去做它。说攒攒钱，买买设备什么的，就开始搞。生情，他说他心里也没停，过像下着雨，一直断断续续，可笑的男男女女。配得上，有点规矩，可能更顺了，我就感觉，就是包括你可能懂更多录音的技巧，然后你像我自己，如果又做 beat 就写词儿，就是也录的话，你在做这 beat 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人声在哪个频段什么的啊，我就刻意会给他留一些空间出来。或者是我就知道我当时想到一个什么样的 flow 的一个点子，哎，我就可以在这 beat 里把这个点子给直接就给用了。因为最刚开始想做它，那就是因为想好好说，想好好写，但是没有合适的，或者是你想改它，但是你没有那些分轨的东西，所以你只能自己做。把这边给放上去挺弄啊，在那儿录的时候就挺忙的了，对，陪家人机会也少，我们家成员也没那么多。现在就奶奶爷爷还有叔叔也不是回来了，就是这家庭成员，平常在家时间也少，其实也主要是跟我爸，我从来也没跟他待过有关，可能2-3岁他还在，但是那之后他就一直坐牢什么的，也就没见了，基本很少见，逢年过节的偶尔去探个监什么的，感情不是特别深。对对对，大部分聋哑人其实还是挺自卑的，他们可能就觉得自己听不见或者说不了话什么这种，其实是有自卑在里面，的确感情不是特别深。我们楼下的那种院子小孩现在应该孩子都挺幸福的那种，但我经常就看那种小孩可能家里条件也不是特别好那种，拿几个报纸揉一揉，粘个什么胶带，就足球，就一帮小孩在踢那个，就看着人特别，有时候有点难受，但有时候这种难受会让你成为一个动力的感觉，就是我靠，我们一定得干点什么。看着我的眼睛，告诉我你早就有了答案。我知道很多人。我觉得 family， 我就把整个诺亚村的光就带成是我的 family， 那真的就跟家人一样，就已经不是什么大家不是什么工作合作伙伴关系这种，我真的就是 family。就是年纪又大，那就是哥哥；年纪又小，就是弟弟。你得多考虑一点，就是，就也不像以前老随着性子来。那你就得，有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可能会有一些误会啊，或者什么，你得想办法让大家去，就不要有这些东西。你做工作呀，或者什么，就真的像一个 family。每一个城市，它都应该有它城市的名片。就
反而想为这城市干点，争口气吧。西安基本上都是直线，正南正北正东正西，然后真让一个字形容，那就这城市就直。从西安出去的人也挺多的，但是很少人留在这儿，这是最后我选择留这儿的原因。都走了，我靠，我们更得为这城市干点什么吧。就是可能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，到这性格就现在就是想做更有爱一点的东西。咱们灯光可以把这个灯先暂时关一下吗？哎，你看不看得见我都会继续唱，你善不善变我都会继续想。这个世界其实目标现在没有那么远的那些了，也想不到那些了，就是想改变自己还有我身边这些兄弟们的生活。我一直觉得就是在中国做得好的，他如果有收入那是他应得的，真的是他应得的。那的确这些人也付出了时间精力心血，包括他们也的确应该拿到那一份属于他们的。要实践出来的话，那可能就是通过我们产品呀、演出啊，还有所有的一切我们能干的事情，就把它干好，问心无愧就行了。